后悔曾经一心向学，后悔和你在一起的一切。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热播剧《琉璃》，是由成毅、袁冰妍领衔主演的东方玄幻仙侠剧。该剧根据十四郎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天生六十残缺的少女楚玄机和李泽宫弟子于思凤携手共同面对百般腥风血雨，缔造了一段仙侠的传奇故事。在新的剧情中，玄机和思凤通过八荒镜看到了自己前面的九世，在那九世中，思凤的每一次离世都是为了玄机，每一次做出的牺牲都希望玄机能记住他，但奈何玄机身有一颗琉璃心，面对思凤表露出来的爱，他没有任何反应，直到来到了第十世，玄机才被思凤的爱感动，于是爱上了思凤，两人终于走到一起。然而玄机的真实身份是战神，他生下来就是为了使命而战，因此他这一生不会有情爱，因此他与思凤之间是不可能的。所幸他们爱的坚定，最终在评判动乱之后，思凤终于得愿以偿，与玄机拜堂成亲，豪华的婚礼惊艳三界。那么看完你喜欢这部剧吗？欢迎留言评论。